尽在运通。大家好，我们来聊一下现在的处境。那这到底是不是一个机会呢？还是一个崩盘的开始哦？那最近这一段的时间，看空的人越来越多了哦。那么看空其实是股市当中的一个常态。那到底是不是在这里空呢？那我们认为也有很大的问题。其中有一个最主要原因是为什么？就是说我们今天来讲这件事情哈。台湾的历史上哦，就是真正大跌的那种行情哦。通常都是由国际股市来做联动。我举几个例子哦。第一个，我们来看一下这个2000年的时候，当时有个大跌嘛，那个时候跌到3411，哇，这一波跌得蛮深的哦。那个时候从10393一路跌到341，这蛮深的，跌掉大概差不多7000点。那个时候其实有一个纳斯达克从4000多、5000多跌到大概差不多2000、1000多点的行情，就纳斯达克其实当时跌非常的多，主要是因为在这个千禧年前后吼有一个大抗风暴。那我们把时间拉这么远，可能现在新一代的年轻人不太知道当时的事情。那我觉得，如果你真心想要在股市当中发迹的话，吼，研究一下台湾的历史也不是坏事。那个时候的确是有这样的现象，然后当时还有政党轮替的问题，是国内的气氛啊。可是光靠气氛不可能杀那么深嘛，还有一个很大的原因，当然就是有一个就是在这个国际股市下跌，所以不管国内怎么解读，国外都是有一个国际股市在重挫了。那第二个当然就是金融海啸了，2008年的时候，那个时候从这个高点这个跌下来哦。好，那跌下来的这个地方到时候叫做3955了哦。3955从当时这个下跌的这个过程当中，9859吧，然后3955这一段大概差不多跌掉6000点左右了。好，这一段跌到6000点左右是因为国际之间有金融海啸了。然后你看到了像包括欧债的风暴，那2012、2013年的时候，当时有一个欧债的风暴，它是在2009年弹上来以后，那遇到一个欧债的风暴。不过当时国内也有所谓的正所税的问题，导致于这个很多股票很难做。但是事实上，欧债的风暴跟日本的这个地震海啸造成当年的一个断链，其实有很大的关系啊。那再来就是我们看到这次疫情了，疫情这段时间当然，巴菲特他自己也有出来说，他这辈子没见过这种跌法嘛，他自己也在底部把股票砍了一砍了。那我有没有追回来？当然不知道了。他出掉好多档股票，包括航空股，他当时也砍在最低点嘛。那然后我们就看到就是这个跌到8523这一段，去年的低点。事实上有一个最大的原因就是在于国际的疫情啊。那从刚才我这样子信手年来讲了几个台湾历史上最大的空头了，大家有没有发现一件事情？它都是美国股市、国际股市带头下杀。那我们回头来讲，为什么会出这种现象呢？它其实是有原因的。投资人，你想想看哦，内资再怎么杀也杀不深了。你说你内资能够杀多深呢？我举个例子来讲哦，台积电你只要撑在600块，在这个地方。你说你那只再怎么杀，对不对？把小型股杀翻天，那其实你指数，你说你要杀到多深，有这个困难度嘛，对不对 ？OTC 我相信啊，如果大家这边狂杀的话，这就证明了一件事情哦。为什么过去这几只台湾历史上最有名的大空头，都是外资照着美国股市做出来的呢？因为当美国股市下跌的时候，外资会开始卖股票嘛。他来台湾卖股票是为了提款，因为事实上有一些新兴市场的基金他们在赎回，你不卖也不行啊，人家客户要赎回，你当然是要把它卖掉还给人家钱嘛，这很正常啊。所以很多人在下跌的时候看到有人在骂外资，我觉得这是很无聊的行为啦，人家也是要为他们自己的客户负责嘛，他们要赎回的时候你当然就得卖股票，这没什么，反正很无聊，这东西我不讨论。所以说我们现在来思考这个问题，国际股市到底有没有重挫？答案是根本没有嘛。所以你说这个盘能够杀到哪里去？
我觉得大家拿出一点理性来讲，那不太可能啊，对不对？硬要讲说这是一个大空头的修正，回测这个去年八五二三以来的这个总修正，什么拉回三分之一，拉回二分之一，那你要拉回二分之一，你要有这个结构在嘛，对不对？就像我刚刚说的，台湾历史上几个最大的空头、最大的拉回，通通都是有国际股市来做一个支撑的。这种情况下，外资一直卖股票，你当然就掉下来了，对不对？但这一波的上升，尤其是在去年股市在走初升段的时候，大家其实都知道一件事情，就是很多资金从全球各地回来台湾嘛。目前为止，我想这个金额有暂时停下来了啊。这一点你从台币的走势没有像过去这么湍急，你可以看得出来。但是人家也没有走啊。你说回来台湾资金要走了，对不对？要抽离台湾，然后要回去去哪里，对不对？去美国、去韩国、去日本、去中国，你总要有个理由嘛，对不对？如果真的有发生这件事情，哎，那我们就知道资金在离开了，没有啊。那我们就把这个矛头对准拉回来嘛，哦，所以真正离开的是哪一种？短线客，就当冲客。所以其实这个原因还是跟这个降税有很大的关系啦，还有这个当冲令有很大的关系。但是中长期来讲，国际股市你没有下跌哦，你说台湾要跌到哪里去很难啦，哦。那我们就从这个逻辑来继续跟各位讲说，第一个大家不要那么慌张，第二个就是说，既然国际股市没有这种下跌，那么这个就好比说你自己一个人往下走，你走不远嘛，你最终还是要跟上国际，你得回来啊。所以当你下杀跌了三成，就像你坐错电梯，你坐到 B3 去了，对不对？你坐到 B3， 你本来一楼要出去买可乐嘛， 对，你坐到 B3， 那你只能做一件事，爬回 B 一楼啊，你还能怎么办？所以台湾这次的超跌，我认为是一个机会，但是说买进的时候，大家还是要有它的一个逻辑在。我们今天就来讲这件事情，一开始的时候先花四五分钟跟各位讲，因为我觉得我再讲的再细对你们都没有帮助，因为很多投资人现在已经不管那么多了，他需要两个字，就信心。我现在跟你信心嘛，我用聊的嘛，对不对？我们先来讲专业，美国股市创新高，那你台股超跌就是要涨回来嘛，今天已经出现有部分的股票做止稳了，那我们来看一下机会在哪里。当冲降税有望延长，对吧？明年一旦延长了，当然这个就有可能是延役五年了，那这是要釜底抽薪嘛，整个把未来的问题都解决掉了。要抓住这四大机会，要分三次做进场。这次来进场不是像以前这样这么简单。首先我们来看加权的部分，破过前低的时候会有一个反弹，但是这个反弹是不是回升不一定。好比说这里有一个反弹，对不对？这一根红黑棒是不是破了前低，隔天就是空头多头抵抗，破了前低之后呢，隔天留下影线很正常，因为隔天会出现假反弹嘛，假反弹没有出现日出，你就是不反弹，你要等到这里拉出一根日出，收盘过昨天的高点，这里才会进行反弹，弹一二三四五六个交易日。所以明天这里如果出现一根小红，你也不要觉得意外，但是这个小红呢要能够继续走上去，才会形成一个有效的反弹。所以我才会告诉你说要分三次，因为这可能有两到三只脚。好，那我们再继续讲这个现象呢，就是告诉各位不要想太多，日出就是第一个讯号。每个人心中都有自己的小剧场，对不对？你一定有你的解读，说哇，融资要杀到几亿才能够止稳，接下来就要出现什么什么讯号呢，对不对？那我告诉各位，就是其实第一个就是最简单的，价格先过昨高，指数先越过昨高收上去，这第一个讯号。要不然你心中想那么多没有用嘛？有的人就在那边讲说，哇，这是因为什么期指结算啊，这是因为融资还没有清干净，对不对？这是因为大户都卡在航运股，就这次是因为故意要在这边清算，然后等等之类。每个人心里都有很多的剧场，可是你想那么多吼，还不如就直接看价位啊，就回到这个股贵买指数哦。因为价位代表的是你知道的事跟你不知道的事，
那我们来看一下贵买，就是最明显的。我跟各位讲过，贵买比较弱了。就这一天反弹的时候，我跟各位讲过，跟大盘哪里不一样？不一样嘛，因为这里是破了前低，这里有一个反攻，没有日出嘛。这个日出只要不过高下去，中继再跌，对不对？这种棒没有用，这种红棒你要隔天这天你要开高上去，让它变成一根日出上，要不然的话，这里就看到小红你就追。就像我刚刚跟各位讲的嘛，有的时候啊，像这个，我们刚刚看到这个非常的明显，有没有？哎，这样不见了。这一张嘛，哈，有没有？这个小红，它没有做出一个日出，它就下去了。好了，那我们现在来继续讲了哦。所以贵买这边哦，还没有做止稳嘛哦。那未来几天有机会开始进行一个反攻，像今天有很多股票开始出现，指数的部分你看不太出来。我们从个股拆开来看，第一个哈，货柜航运股在打横向整理的讯号了。量已经越来越少了，那长荣还是在横向整理哦，其他这几只都在横向整理。阳明呢，今天尾盘有一个卖单，但是大体来讲还是在横向整理区间。哦，万海也在横向整理区间，大概就横着走了。那我们看到台华投控尾盘有一个买单进来哦，但是也是在一个整理区间。整体来讲，大概就是横盘，航运股大概就是横盘。那你横着走。有一种现象就是说，最近这几天在跌，其实不是跌航运嘛，其实在跌一些涨多的电子。但是因为先跌的有机会先止稳，所以未来这几天的话，货柜第一个看完就会做反攻。那很多人现在担心的是这个月线的问题哦、喔。可是月线这个问题要这样子看哦、喔。我们以万海来讲，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十九二十，从下个礼拜开始呢，因为你月线低扣底，这一条线会变平的，原本是下弯嘛，变压力对不对？它会变走平，这一条会变成平的。那到下礼拜开始走平了以后，月线走平，然后呢，季线上扬，十日均线走平，五日均线上扬。视线纠结，所以还是很有机会的哦，还是很有机会。但是呢，你不用冲来冲去，你就是平心静气看待这一切哦。等它一根长红棒出来，那我们来看到今天拉的还是建新国际，上半年的 EPS 5.37元。建新国际跟台华投控最大的不同就是在于说，台华之前涨很多，但建新并没有。而且要注意一下，它今年上半年 5.37 确实相当的高，股价只有65块钱了。好，那我们这个另外就是包括像中飞航他们意思差不多。好，再来就是说钢铁股，我们看一下位置，以它为代表。你看钢筋今年上半年 2.24 元。这里也开始做出一个短底。这不但是一个短底，它这一波拉回基本上有止稳的现象。而且我们来看到季线在上扬的过程当中，这一段时间有开始增量。那七月营收因为是创历史新高的，所以下半年也有可能更高嘛。由于钢铁股它的这个筹码结构比较没有这么多的套牢了，所以一旦做止稳了，它也是相对有机会。毕竟它当时下杀也是毫无理由的下杀嘛，主要是因为货柜航运的牵连。那接下来我们就来看上礼拜五我们的布局。第一个高端疫苗，上礼拜五拉出第一根长红棒哦。高端疫苗因为大家都已经太熟了啊，那我觉得它出现在政论型节目当中的次数远比这个股市节目中出现的次数还要高了。因为当今全台湾所有的投顾老师有带自己家里会员去做这一张股票，上礼拜五有买的，我看应该，我不知道我是不是唯一一个了哦，应该非常少了啦，大部分人会避其锋嘛。那但是我有一个另外的想法哦，另外一个想法就是说，因为不管怎么样，你台湾再怎么看，拆开来就是两半人嘛，一定是有一方支持，有一方反对。那我自己的看法就是说，如果你站在一个股价操作的立场的话，
你的想法应该是要想另外一个逻辑，就是说有人支持但是他也没有买高端啊，那有人反对但是他也有两种意见、哦、他比方说哎，那为什么这个得天独厚都是好的都是高端拿，对不对？有的人这样想，那这个时候你也可以另外一个想法，既然这样我是不是也可以分一杯羹，那这是人的个性问题嘛，看你怎么去想这个问题。我自己觉得啦、哦、股票市场其实真正能够让你的手中的资金200万赚到2成、3成，在这种市场上本来相对已经不多了，一旦出现这种机会的话，它的筹码反而更干净，就是因为它有争议，所以呢真正敢进去的人都信心坚定。那么我们来看一下上礼拜五做一个发动第一根哦，这要怎么做一个想法哦？第一个就是说，每个人都有一个小剧场哦。你在争论节目上都听过很多了，我也不讲了啦、哦。当时这怎么跌停，你也大家都记得了。好，那当时这怎么反攻上来，对不对？好，我们就来讲说，所有的价格已经反映了你知道的跟你不知道的事情，最后停在这边嘛，不跌也不涨嘛。那准备启动，因为下个礼拜开始就有机会开始要实打了。对我来看的话，我们不用这个个人的喜好去想象，你就可以很清楚的去思考什么时候是股这个整个故事的高峰，一定是入账的时候嘛。因为你是真的要开打，你不是只一个话题而已。假如说我直接只是一个话题而已，说政府扶持你怎么样，那好，假设你在这个地方，哎，真的政府给你采购，可能就利多出尽了。但不是哦，因为你是真的要打，真的要打的话，你就会入账，有入账就有机会转亏为盈，甚至于你赚大了嘛，对不对？那你如果说 EPS 拿出来的话，生技股当中本来有 EPS 的就不多，然后你又是这种研发疫苗的，再把 EPS 拿出来，未来画个梦说你要去巴拉圭，那不得了嘛。所以这其实是一个中继平台起涨的第一根呢、啊。N 字形上攻哦，那我们来看它今天顺利的，就是新闻在这嘛，哦，就涨停了。那么接下来当然会有人去炒作说谁有投资高端，谁有他的持股等等之类的啦。今天那一串蛮多的嘛，有人去拉季亚，有人拉去云城，那但是我认为这些都是有点扯到所谓的转投资啊。第一时间最重要的应该还是业绩啦，所以我告诉各位，高端疫苗拉出第二根涨停，对不对？你看。最重要的一定是台康生嘛，对不对？他帮他代工嘛，又提供上游的原料啊。因为重点是数字啊，我们要的是数字啊，我们要的是这个故事到了今年的下半年，谁会有业绩在我的照表上嘛？那事情就没有那么困难，没有这么难去，对不对？你硬要讲这个东西怎么样，我给你。你如果有兴趣的话，你可以看一下那个新贵当中的联雅药了，6562，你看今天尾盘多惨，对不对？有很多事情，其实你光看股价，你就知道最后谁会赢了，对吧？至于就是说里面你认不认同，你觉得公不公平，对不对？那都不是跟股价有关的事情嘛。我们只讲股价有关的，就是很简单，两根涨停拉上来，200万就是30万有吧？好，那我们等一下稍后一下回来看一下这个电子股到底止稳了没有，我们先进到广告。我好坚持用心选股，从全球经济脉动到总体经济，从大盘技术面、基本面到筹码面，面面俱到的选股策略，摩尔坚持创造会员最大获利作为长期核心竞争力。唯有摩尔名闻遐迩 ，Do you want more? Welcome to more. 欢迎来电02-2351-6168，02-2351-6168。摩尔坚持用心选股，从全球经济脉动到总体经济，从大盘技术面、基本面到筹码面，面面俱到的选股策略，摩尔坚持创造会员最大获利作为长期核心竞争力。唯有摩尔名闻遐迩 ，Do you want more? Welcome to more. 欢迎来电02-2351-6168，02-2351-6168。
摩尔坚持用心选股，从全球经济脉动到总体经济，从大盘技术面、基本面到筹码面，面面俱到的选股策略，摩尔坚持创造会员最大获利作为长期核心竞争力。唯有摩尔名闻遐迩。Do you want more? Welcome to more. 欢迎来电02-2351-6168，02-2351-6168。车祸现场拍照录影五原则，车祸发生无人受伤或死亡，汽车尚能行驶，应尽速拍照后将汽车移至路边。一、全程注意安全。二、在事故地点后方适当距离处放置车辆故障标志。三、拍摄全景记录车辆终止位置，以标线为参考基准，将周边固定设施如标志、号志等一并摄入。四、拍摄碰撞点、车损部位及掉落物等基证。五、避免二次交通事故及拥塞，应尽速将车辆移至不妨碍交通之安全地点。人没事，车能动，自行拍照，尽快移至车辆就对了。这波电子跌最深的短线应该是一体最多嘛，那其实又有分成两块，像华邦电是后期才开始跌的，那金豪科也是后期才开始跌的。我们先来讲最早开始跌的就是南亚科，如果你从最高点往下算哦，100出头算到这个地方60几哦，大概差不多快 40% 了。你如果 40% 去算的话，你大概跟几档股票比一下，就是包括你像长荣，大概了不起也才 48-50% 嘛，快要追上长荣了。那最后跌的比较急的哦，跌的跌的比较急，所以我们现在来讲呢，记忆体这一块哦，因为短线上有利空嘛，被外资唱得很衰。假设说你还在高位哦，但今天开始有说出止稳之跌，先以反弹试之。因为实际上，除非你是真的跌很深的，你像南亚科这种跌到40%左右的，你才能够当作是筑底。从高档下坠大概只有 10%、20% 左右的，你都还没有脱离风险哦，不要乱接哦，这个就是等底部打出来。那再来我们来看到有一些是今年后段才开始涨的、哦、那尤其是高速传输那几支 USB 系列，那安创伟有没有，上礼拜我跟各位讲随时要止稳，因为筹性的成本就在这边，那今天就开始做出第一个反攻，因为你从月线来看，这根红棒只要不吞掉它都不算失手嘛。好，那今天出现第一个反攻，但注意哦，还没有日出哦，这个跟昨天的百宏一样，它还会打第二只脚，但是整体来讲趋势没有变哦，并没有改变。好，那我们看九旗哦 ，MCU 这几只主要新唐啊，今天在这边有做止稳，这几档股票高档横向整理，还需要有点像是上礼拜的那个美骑马哦。好，那我们看一下 LED 重要哦 ，LED 因为它转亏为盈，金电多久没赚钱了？它转亏为盈，新的这个富彩转亏为盈后，我们看到这个缺口要守住，你不能说你公布你转亏为盈，结果你把缺口补了，那你跳空干嘛？对吧？你守住了，其他 LED 就有机会。百宏右边这只脚打出来了，还没有过颈线哦。再来就美骑马哦，那中继整理以后，我们来看到今天再创新高，所以这个部分的话还是全球的主流了哦。国际股市也是在涨这些。上礼拜我们跟各位讲过了 ，LB 就是从这个逻辑创新高。那么再来我们来看到巨基哦，巨基的话当然就是 LED 的这个驱动 IC 看板的这个部分，所以其实从这个角度来看哦 ，LED 其实还是很整齐的一个区块。那最主要就是因为富彩它转亏为盈后，如果上这个我们讲就是说大龙头做转亏为盈哦，其实是可以看作整个族群当中的一个转机。那再这样就这一次它的涨势是在股灾发生之前没有多久，等于是这一波全新最新的这个族群嘛。那我们还是把它看成是这一波相当重要哦，有机来做止稳的股票。再我们看到有部分 IC 设计跌很深哦，那和瑞雅我们看它跌很深，这个有点像刚才的创维了、哦，拉回来过程当中尝试在这边做止稳，其实 KD 来到20附近，抵抗力道都已经出来了。我这样子讲哦，我们说利用这次拉回来布局这个大反攻，那这个机会已经慢慢开始在展开，我们是一步一步来了哦。目前来看的话是打底的航运，然后超跌的电子，那部分有特殊题材跟年报的骑兵哦，这个部分当然也包括这个生技在里面嘛，
因为如果说你真的卖了疫苗，当然就有机会开始出现转亏盈了嘛。然后我们来看到有部分的股票在这边开始做发动了，因为开始做止稳的过程当中，它是一步一步来的。画面当中看到有一些股票今天是开低走高嘛，那么未来的两天大盘只要有一天出现反攻，反攻的过程当中一旦日出，而对应在当天上涨的股票有机会创新高的话，那新的主流就出现了。邀请各位跟我们一起来做进场，好好把握这个机会。下跌的机会不多，无理性下跌的机会更少，那不就是现在吗？把握这一次，明天我带各位做进场。本投资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客也有大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以往之绩效不保证未来获利。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投资人应独立判断、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YouTube 运通财经台，任何时间、任何地点，听个到、看个到。YouTube 24点钟线上直播上钓时，分析师精准盘势解析，随算随看，真方便呐、啊。YouTube 运通财经台频道，不管是跟你 online 在一起。摩尔坚持用心选股，从全球经济脉动到总体经济，从大盘技术面、基本面到筹码面，面面俱到的选股策略，摩尔坚持创造会员最大获利，作为长期核心竞争力。唯有摩尔名闻遐迩。Do you want more? Welcome to more. 欢迎来电02-2351-6168，02-2351-6168。摩尔坚持用心选股，从全球经济脉动到总体经济，从大盘技术面、基本面到筹码面，面面俱到的选股策略，摩尔坚持创造会员最大获利，作为长期核心竞争力。唯有摩尔名闻遐迩。Do you want more? Welcome to more. 欢迎来电02-2351-6168，02-2351-6168。摩尔坚持用心选股，从全球经济脉动到总体经济，从大盘技术面、基本面到筹码面，面面俱到的选股策略，摩尔坚持创造会员最大获利，作为长期核心竞争力。唯有摩尔名闻遐迩。Do you want more? Welcome to more. 欢迎来电02-2351-6168，02-2351-6168。大家好，我是陆俊英医师。COVID-19 病毒的传染力增强，注意防射是预防感染、避免重症上有效的方法。提醒你，请在身体状况稳定的时阵来注意防射。